在这个社区二十几年了，由一个街坊变成了服务街坊的人。作为一个青年人，我很关注社区青年发展的问题，无论是事业、家庭、心理健康，我最了解同龄人的需要。梦一场，不过2023区议会选举就在眼前了，大家一定要在12月10日出来投票啊！最重要是打开东南传媒收看1210全球直播，各位街坊预埋你了。